面，中午吃这个。跟我朋友 Jeff， 嗨嗨。吃吃看。很浓的猪骨，猪骨，面很 Q， 好吃。然后不一样的是，它这个，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是叉烧，它这个是炸的猪排，试试看。它腌过那个猪排，所以有一个蒜头的味道，还有一个很大块的卤猪肉，你看，汤汁一直流，试试看嫩不嫩？哦，它的肥肉入口即化。炸鸡没有我想象中的酥，它里面是蛮嫩的，是溏心蛋，非常嫩，好吃。里面很香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用沾酱油就很好吃。我觉得这间真的蛮好吃的，吃拉面就是怕咸，但是现在吃到现在还是就是。很刚好的咸度，它的汤真的很浓郁，很浓郁是那种像人家 卤肉饭的那个，它的汤头已经就是猪骨头卤到烂到会就是黏嘴巴的那种，很好吃。我真觉得这家真心推荐。Do you recommend this ramen shop? It's very good. Yeah, I do recommend this ramen shop. It's really good. So if you like my video, subscribe, share, and like. Bye bye.